季，最近呀传起来很火的两家茶餐厅，一家是我们上次吃的金牌茶餐厅，这一家呢叫明星坊茶餐厅，都是依照香港口味来定制的。两家都有深圳比较便宜的惠灵顿牛排。上次我们吃过金牌茶餐厅，这次我们来看一下明星坊他们的菜品是怎么样的，跟上一次吃的做个对比。本次我们用了两张25抵50的券，加上9块钱的现金，还有49块钱的惠灵顿牛排券，总共消费108，三个人吃八分饱。我们本次去的这家店是在水围，这一份是他们店特别出名的漏奶华，调味非常好，面包夹着炼奶和阿华田的味道融合在一起，柔软甜蜜而不腻，大家一定要趁热吃哦。尝尝看，他们这个面包呢是炸过的，煎过的吧，换了黄油，换了鸡蛋跟黄油，属于是那种法式煎吐司，我自己之前在家里做过，不错。冰柠茶大熊觉得它的茶味偏淡，不推荐点。上面是那个冰柠茶冻成小熊的这种冰块，然后下面呢就是加了地方的冰柠茶，里面还加了冰，看起来好不好喝。它用的应该是那种西兰红茶，但是呢兑了比较多的水，所以不会很浓，茶味很浓，甜和适中。柠檬的话还是有柠檬味吧，会带些柠檬味。这是小熊冰奶茶，它里面有什么？这应该都是奶茶冰来的，像是小熊怎么样，然后还有这种方块的冰啊，然后这个呢就是港式奶茶。我们现在呢要拿这个小熊奶茶，里面注入这个港式奶茶。小熊冰奶茶和金牌港式茶餐厅的口味是同样正宗的，但是呢香港金牌的奶味会更加浓厚一些，看朋友们喜欢哪一类。这一道菜呢是我们此行的目的，他们家的惠灵顿牛排是我们发现现在迄今为止深圳最便宜的一个惠灵顿牛排，仅要49块钱。我们吃了之后的感觉是觉得这家的酥皮会比起香港金牌的没有那么的酥脆和香，但是牛排的调味貌似香气更聚集浓郁，牛排肉质香一点。但是大熊觉得明星坊的惠灵顿牛排它的汁水就不够丰富，同时酥皮做的也太软，所以他更加喜欢金牌茶餐厅的。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一下，明星坊的惠灵顿牛排它没有放鹅肝，所以呢就没这么腻，所以香多多呢会比较喜欢。但是大熊跟摄影师小姐姐就比较喜欢金牌的，他们家加了鹅肝会显得比较有丰富的油质感。这是他们的黯然销魂饭，它的这个蛋呢可以选它的熟度，那我们点的是这种什么太阳蛋是吧，里面是有点半生的，跟上次一样。黯然销魂饭我们在吃完香港金牌茶餐厅之后总结过为什么会失败，因为太阳蛋太多了，蛋液太多，使米饭比较软。明星坊这边两颗太阳蛋的数量刚刚好，叉烧也比较香，所以我们一致觉得明星坊的黯然销魂饭很好吃，大熊表示推荐推荐。香多多还特意要求大熊点了一份西多士，它的西多士整体感觉很香甜，脆脆的面包配上甜甜的炼奶和甘香的咸蛋黄，丝滑可口。明星坊的话香多多个人比较喜欢，那大熊会更加喜欢金牌茶餐厅，然后摄影师小姐姐保持中立态度，各位的话看情况都可以去尝试一下。明星坊的惠灵顿牛排是48块钱，金牌茶餐厅的惠灵顿牛排是58块钱，两家茶餐厅的水平基本打平。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如果发现了更加便宜的惠灵